Quand je me regarde dans un miroir, mon cœur s'évade.Le tien, au revoir. Au loin dans l'azur, vole une hirondelle. Songe-t-elle aussi à son amour?大家好，我们今天 PC Lady 邀请到的大明星是尚雯婕。哎，那咱们现在这个新专辑想给大家有什么传递一些新的消息吗？这张就是我差不多十年以来做的风格最飞的一张，是以电子，但是是比较多的一些地下的一些风格，然后比较小众的一些电子风格。到现在为止发了三个单曲，应该不算是大家常听到的那些东西。那你觉得时尚跟音乐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吗？在这个电子音乐比较成熟的，比如说英国，它的电子乐就我们觉得很小众的一些风格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他们所有的音乐人都非常注重时尚，也就是你看他们现在做电子乐做得好的那波都是在时尚上面很有自己想法的，因为他的态度都非常的超前，每个人基本上都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挖出来做，他们不觉得那是时尚，这跟他的音乐作品是二者合为一的。那今天雯婕来参加我们 PC Lady 是 Fever 的大片有什么感受吗？我挺喜欢今天的衣服的，觉得就是很多，比如说你把两个同款不同颜色的衣服拼一块，我觉得这种想法还是挺妙的。还有包括像这种它是叠穿的，但穿法呢就是里边外面它都有层次，有材质上的一些对比，但是叠完了不让人觉得太复杂，我觉得设计的挺成功的一次。那今天最喜欢哪个造型呢？这身是我很喜欢的，两件白衬衫那个我也挺喜欢。那雯婕有什么要对我们的粉丝们说的吗？接下来的歌就会比较狠了，所以你们估计得做好点思想准备，比较重口味的就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明星造型师南公子。今天我们为尚雯婕打造的是一个本季的流行的 Tomboy 风，然后整体感觉非常的自然随性的感觉。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PC Lady Chic Fever 栏目。然后呢，我现在为大家推荐三款本季热门的明星时髦小物。第一个是这款 Percy 的眼镜，它比较与众不同的地方呢，在于它是一个双层的镜面设计，还有一个长长的链子。第二个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古着的帽子，它比较特别，就是可以看到它是整体来说是一个雕塑感的设计。第三个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件玛莎玛的一个本季最新的 18SS 的皮衣，可以看到它整体来说是一个亮面的设计，然后呢整体的造型非常的修身，推荐给大家。